正好今天约了我们湖南的留学生和一些老乡，庆祝我们的富联新春，然后我们林姐一起过来我们的餐厅一起聚会。大家开开心心一起过年呢！大家新年好！新年好！OK， 兰花干子，臭豆腐。啊！哎，我们过年怎么能没有扣肉呢？来，再来一个那个。非常开心，大家今天能够来到米其林 London Bridge 店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聚在一起，庆祝我们的春节。那么，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美食，共叙乡情。跟这么多小朋友们在一起过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吗？啊，在这里我祝大家学业进步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瑶，我是湖南长沙人，然后我来英国9个月了，然后我最喜欢的一道湖南菜和陈阳一样是梅菜扣肉，然后我非常开心今天有两盘，不然我们两个可能会打起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松林，我是湖南株洲人，然后来到英国已经3年半了，我特别思念我们家乡的传统的一道湘菜，叫辣椒炒肉，然后非常非常想吃，而且，来到英国以后，因为很难吃到很好的那么正宗的辣椒炒肉，所以今天来到这家店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也非常期待有美的饕餮盛宴。新年快乐！2023年，我希望湘菜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。那么，我也希望湘菜能够让五湖四海的食客赢得更多的好评。八分不长，扬眉吐气。I love you China， 我爱你中国。文化中国，青春湖南，湖南国际频道，青春相约 ，Happy to you。